啊，这里有一个，他这有一个 ID，只要我知道这个 ID 跟这个密码，是不是？而且这里还有个设定的密码。现在这个密码本身我这里有了582这个密码那我就连了它这样就可以连了。如果我知道这个密码，把这个输进去就 OK 了。只要说另外一个，比如客户端那边把这个密发给我，就 OK 了。但是我在出机子之前呢，我把这个密码设在这里面去，我就知道，比如说我设的密码是12345嘛，我的比较设的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这里面的。我点击它，就现在就可以连上了。那现在有我的电话，这个这里面，等一下。